然后现在就是准备要 check out 去下一个景点。还记得我们第一天没有去到那个眼镜河吗？我们就趁今天很早出门，现在应该八点多罢了。那个眼镜河就是我们薄荷岛的最后一个景点。去完眼镜河，我们就要去还车，然后就回到西部了。感觉我们在薄荷岛两天好像不是很够哦，下次应该待久一点，反正也蛮秋一些的。戴好隐形眼镜了没有？洗好碗了没有？怎么办？第三天还是不要跟我讲话。这样你应该检讨自己，检讨你一下。跟你在一起过了，越南这么不会讲话。他跟我挺开心哎，是嘞，笑不出来的嘛。他给你个微笑。满满的行李箱，拜拜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开车20分钟去看我们眼镜猴。请问眼镜猴怎么叫呢？完了，叫一下，叫一下。哎，你戴着眼镜，对上眼。哎，是哦，你们两个戴眼镜都像眼镜猴啊。眼镜猴老大。眼镜猴的师傅。你摸，你要在菲律宾找女朋友？对啊，等下对啊，像女佣这样。这边菲佣，你们看这边摩托开慢了算了，要开路中间的哦，一点力量精神都没有。哇，这个女生头发够平哦。你看一下，不是哦。我们到看眼镜河地方了，这边讲不可以出声音，快点去，安静安静，反正就是不可以出太多声音。这边55个都叫你快呀，快呀，嘘，我听不到你讲什么，快呀，哎。OK OK， 这边9点开，我们9点就来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人空了，怎么找来？50块呀！哇，这边很像我小学去哭宿舍那种地方。你懂我讲什么吗？哭宿舍那种生活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眼镜猴的一些资料啦。然后它堪称是全世界最小的猴子。这边门票是一个人150比索，还 OK 啦，比巧克力山贵一点嘛。然后大概5分钟看 video 了，叭叭叭。现在我们进去看 video。向导带我们去看眼镜猴。等一下，那个向导是不会讲话的，只有问他做梦。带我们走吧。他妈是真的没什么讲话，很厉害。这个工作我一定做不到。这边像什么侏罗纪公园进去的地方，你们看，哪里哦，都没看到他的。哇，像小子啊！这边好像森林，就蛮大一样的。他眼镜猴好像只有胡子罢了，所以很难拍到。这个我说他们的眼睛比他们的脑袋还大，你眼睛才不去大。这个眼睛猴的脑的眼睛比长勇的脑袋还大，比他的头大。跟眼镜猴合照，你们看啊，看到吗？这个是它的，超小一只。哎，这什么？这可爱的，要买吗？买一个。各位，我决定哦，这个眼镜猴的锁匙扣呢，如果你在影片下面留言，我们随机送出3个，好不好？3个太少吗？有点少。好，送5个。我们就是送出5个这个眼镜猴的。哎，这个很可爱的，而且是只有菲律宾波霍这边才有的眼镜猴。眼镜猴锁匙扣大富翁在这边，是不是买给你们可以吗？你买给他们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真的吗？你的观众啊，不可以吗？要 follow 我先。可以。我觉得这边讲真的比巧克力山值得来了，虽然那个猴子只有5只罢了，但真的很可爱，好想拿回家。养哦，是不是？啊，不会放笼子啊？啊，不可以啦！你养了不到1分钟就死了，怎么？它会被你吓死。哦，对，这个眼镜猴是听讲，听到很大声的声音就会吓死掉。我不适合做养育它的人，是啊，天生的克星。现在我们就是要开车去找些东西吃，然后就是去码头还车，再坐回去西部了。我们到了码头，然后虽然网上买了票，可是这边也要做 check in。刚刚我们没有 check in 就进去里面，然后他叫我们出来 check in， 很奇怪哦。他 check in 票跟放垃圾是不同位置的。这个回程我们一样也是买 business class 啊。那看比较舒服啊，其实舒服一点了，有啥？比那阿妈椅好一点。那个阿妈椅很恐怖，我觉得，而且冷气比较冷，我觉得楼上。他们的票真的很环保哦，黑白色的哦，然后还是要过安检的。然后进来的 terminal 还要给钱，一个30块。如果 check in 垃圾大的话是1个100，所以这边有200块，好像上飞机这样。
贴 sticker 的，两个200块。Thank you。进入 departure area， 距离我们上船还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下东西吃。它里面都有蛮多小吃一下。这个便当很台湾哦，所以我点了这个。你说你几点？你要什么？呀，对。你我对我我我我我我我，快点呐、啊！他都会讲华语啊，你还不快点？一个咖喱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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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几个？一个。一个一个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我的阿信，快点快点，快点，就没多说的，没多说的。新拉面终于到你吃了，对，我的时间安排要真好，刚刚好的，我们还可以去那边吃午餐。来闻这个，我新拉面味道，喂，是你的味道，普通，那可能是人家那种妈妈煮的味道。轮到我们上船回西部喽，两个小时的船程，因为今天下班了。去哪里？幸好不是昨天阴天。我们到西部 Airbnb， 你有想要在二楼？那实验不啊？忘记该怎样找一楼，因为我跟苏胜先讲西北大哥。哇，苏胜很 man 哎！加油加油，苏胜加油！哎，你可以，很厉害的。哇，很重哦，二楼，我死了。它的客厅其实蛮漂亮的嘞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厨房。他是 BTS 粉丝。那哪里？他是 BTS 粉丝啊？哎，是哎。然后这边也，哦，这边有一个房间，哎，房间蛮美的啊，房间不错啊。哪里还有房间？我那个燕博进来在接吗？哇，这间。燕博是正常。燕博进去。好美币。求你啊，试试看看啊。不给这个是第三间，喂，也是蛮不错的嘛。各位给你们看我本本的背后，来，你先看我，先看我的，我背书包啊，我肩膀都痛。真的假的？还好嘞，你。还好没？你这叫痛，来看一下我的。他都很夸张哎。不痛吗？痛啊，痛啊。你可以晒到僵了，我也是不懂，我们不是在水里面吗？这也是我一直看他在水底啊，然后我碰他才晒到僵。是啊，你要不要用这个？这是冷的，给他 cooling 一下。不然还是放一堆冷的东西在我后面啊。你后面是可以跟波纳比啊。哇，多好的鱼！真严重吗？多没严重你？我不知道。其实你比较严重，你的颜色色差不一样啊。我的是哦，我前面是体温的，后面是烧烧的。是吗？看来我算是最安全的。看起来像真没什么东西。看起来这是晒的最严重一次。真的吗？中过海岛。那其实讲真的，我们其实都没有晒很久。可能哎，完全没有热，完全没事啊，完全没给你，神奇哦！看来菲律宾的太阳很毒。各位，我们在讨论昨天那个潜水的事件，看来我们蛮追一下的，因为本来讲他之前来是比昨天要轻很多，基本上应该有轻一个两倍三倍，有没有这样夸张哦？真的，你刚让我很失望嘞。真的听啊，因为看我们的 video 很轻，你有破水没？会想来你支持。对，不然我们就不会来拍啊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不会想来下一次？就没有这样兴奋哦，因为上一次太轻了。对，上次就。那个体验感很好，那海底的体验感啊！看我下次还在来哦。进去下到去什么鬼都看不到，看到五米的距离嘛。像你也没有差，反正你就算轻点看不见。你那边戴那个500度的近视眼镜，之后就讲浪费，你下次还是要戴反光镜的。原来我们这样水，我还以为这个算不错情。那大家都很推荐要来这里自由潜嘛，来这里潜就知道，是一定是很美的。是真水宝哦，好可惜哦。下雨的哦，因为下雨才这么浑浊。那个教练讲下雨，所以他讲那个水清晰度高，而且很多人在那边 scuba。那个泡泡一直冲上来，弄上来哦。下去打他，很多 scuba， 而且他们 scuba 是算了，不去省一点的哦，我都看到他该起油哦。真的，我们到了中国餐杨家酱麻辣烫。哇，我爱麻辣烫，我爱中国餐，好多选择，要吃的超开心啊！没有啊，菲律宾吃中国餐开心啊！还要讲太久没吃到好吃的东西啊，在菲律宾。你讲啊，我没讲啊。刚刚我们五个人吃这个中国餐哦，一个人也才20块包，真的超便宜。买了什么？我不买的 QQ。我要。哎，我说了 QQ。哇，那奶茶哦，一杯也才10块啊，真的是消费蛮 OK 的这杯。平时你在那个麻辣烫应该很贵哦。这个是菲律宾最好吃的东西哦。哇，我们前面有煮啊，看前面。哇，算钱哦，光明正大算钱。你啊，哪里被打抢？你们看我朋友，光明正大拿着外面的饮料进来，还有几千。我。哎，你可以不要明目张胆放在桌上吗？人家是放在旁边一直的。他们三个是麻辣汤的，然后这个人是清汤，我是麻辣干的。你讲什么 ？Baby 最好吃的是中餐。我要试试看我啦。如果还没有麻酱味哦，我觉得好吃，因为我本身不喜欢麻酱。我们要前往今天唯一一个景点，它要半个小时，然后在山上的一个神庙。没有，可能有。现在我们给钱，门票是一个人150，所以是650。
那边就有他的招牌了，神庙招牌 Temple of Lea。 影片录完讲话讲完了，要低配版，低配版啊。我们现在来到菲律宾西部，我觉得算是最值得来的，最值得来的地方。这个景点算是蛮出片的，因为它在山上一个神庙。这位即将去意大利的朋友，我们大家看一下一些类似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地方。我妈咪呀，那的妈多么逼真！哎，它其实也是蛮敷衍一下，它外面只有这样一个喷水池罢了。给你们看整个这个环境，几百多人，喂美嘞，喂美嘞，喂美嘞。它的山景很美哦，只是今天没有什么夕阳罢了。今天的天气其实蛮差一下的，你们看我前面的景，哇！海也看到，建筑有看到，给你们看那个喷水池啊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个喷水池很特别，里面没有什么钱的。然后刚刚我上网看哦，原来这个 Temple of Lea 哦，是一个很有钱的菲律宾富商啊，就是为了纪念他死去的老婆，所以他就花钱做了这样子一个变成旅游景点的地方。它整个哦，其实真的很豪华的，旁边就是很大石子，哇哇哇哇！欢迎来到我的家。我讲话都是广东话，谁不是我家，不是我家。要乱讲话，这是中国花灯，青花瓷。其实这个真的嘛，我不会分的。如果是真的，应该很值钱的。清明上河图。哎，不要笑啊 ！Respect， 你从头笑到尾，你不要笑。现在我们去看老婆那个雕像的介绍。马来西亚朋友跟我来，我们看一下他老婆的自我介绍。这个有九尺高嘞，他就讲他老婆很漂亮，很好哦。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他老婆，就是一个很富有的大哥。2012年做好了。为了老婆，原来那些东西都是老婆手机的、啊。我们想去活动机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哦，可以见证一个人哦，很爱他老婆，然后也很有钱，所以想要可以做一个 temple 出来。但是这边景不错啦，因为他坐在山上，然后整个城市景啊都可以看到，超漂亮的。刚刚我们司机这边等我们一个小时哦，加一个150菲币吧，所以还算蛮划算。对，我们10分钟就逛完了。我们其实现在是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坐在这边看一下这个城市景啊，因为真的蛮值得看的。之前真的没有太阳吧，很水。各位，你们的男朋友上线喽！3、2、1，看到没有？拍照这么随性，我要称赞一下，哇，美哦，哎，真的美。我觉得真的很美啊，是不是？通常讲美会比较加分的，你不讲美啊，你就要排一个小时。你讲美的话，可能半个小时。OK， 什么？不美。什么问题要讲一下？不好看。哇，这种自然感，不是讲拍就拍得出来，这种是感觉的。他就是跟你们讲，称赞了就可以不用拍。我明天付钱，就拍比较快吧。封神。要不要加奖？哎，我已经拍了6张还没过关，救命 ！No。啊？你是不会拍的。我不会拍，不会拍，啊，这种照片给你们。如果太阳就没有，真的是没有太阳可惜。刚刚本那个艳萍去了厕所，本那讲了他厕所好像什么富丽堂皇，讲得这样厉害，搞得我们。没有啊，上去上一下，去探险探。对，我们主要不是看他多厉害，主要是看我们朋友对我们的诚信度，他有没有欺骗我们。到了，到了厕所了，哇，要给钱了、啊，不是要给钱吧？应该是不用给钱了、啊。哦，厕所你们看还不错了。哦，都是瓷砖，可以感受一下厕所。这有什么特别的、啊？我觉得比较偏向是好的厕所啊，我想的可以更好看。我觉得还没有见识，真的很富丽堂皇。是，我觉得这个顶多是菲律宾比较干净的 public 厕所。富丽堂皇这个形容词不太适合，其实有更多更厉害厕所了。我那个没有见过世面的。喂，你这个没有见识的家伙，没有见过世面的、啊。富丽堂皇家又在这边，那我肯定不太失望了。是啊。还我帮你拍照。哇，这个气氛不对劲。出生累了，要去哪里？台湾。你是哪要飞台湾的？准备离开这边去下一个，也是西部，好像蛮出名的夜市的，我们去体验一下菲律宾夜市。因为毕竟我们这几天啊、哦、都是吃一些中国餐啊，哇，就是一些快餐呐、啊，所以没有感受到太多菲律宾餐。所以也相信菲律宾夜市应该蛮多不一样的
local 食物。我们到了 Supermercado Night Market， 其实有像泰国夜市啊，而且它都是很整齐，比较干净。最主要是他们看起来都是这样站着吃东西的啊，这样站着吃饭哦。书上讲这个 potato patata 一定要买，因为很多人推荐。这奇怪名字很难念哦。它、啊、这边就有很多 flavor， 我们点什么、啊？ Chili cheese。哦， Chili cheese 看起来应该好吃。这边看他们现场炸，他们会有压力吗？ Good good good， extra extra。哇，赚到啊！他叫我们坐下来哦。哇，人家要抢了还给我们坐。哦，这边负责人员他人好嘞。Thank you。现在我走着走着，看到这家面锅店看起来很多人。通常有人排队东西应该都差到哪里去了？主要也是我现在肚子很饿啊，然后想吃点甜的东西，喝点甜的东西。这个有 mango sticky rice， 然后还有一些芒果的甜品饮料。它的芒果美牛大概这样，我就点了这一杯。然后我发现来菲律宾旅行很特别，因为我不管去到西部还是去到那个苏岛哦，基本上没看什么马来西亚人了，最多是韩国，然后到中国人，然后就到一些外国人。嗯，那芒果汁算好喝嘞。这个 crepe 看起来太难吃了喂，谁点的？没有啊，照片看起来是纯粹的。你看它咋不好吃了喂？稍微放 ice cream 了。要放 white side。没有，这句话我要几个是不好吃的。你这一口给我反应。哇，这边好热、哦。哪边的呢？三分打分。三分，几分几分？表情点分数很难吃，看起来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没有很饿。然后这个 night market 好像主要是以主食为主啊，所以它小吃也不是很多。就算有之外不好吃，这样看薯条是好吃，芒果也是不错。然后呢，很多很难找位置坐。我们不服输，两个主食来刷一下，到底值不值得来呢？不要吃一个。说不定黄牌不老牌。肥肥仔，八香花椒还好，绵绵的，我是马龙，很咸的马龙，太咸了吧？啊，很好吃，这太过咸了，啊，我把它了。回民宿前我们要去 Uniqlo 买一下衣服，因为明天的活动哦，其实我们忘记要长袖比较好，主要是我们不想二次晒伤，还有就是我们怕会被刮到。 Uniqlo 哇，竟然看到小屏幕，好像有点稀奇，像在北边看到小屏幕。我们确定都带乡村了，我们要买最爱的 Arizona， 因为很薄很凉，有吗书生？买了吧。Hey, 是什么问题？没有穿红色的比基尼，穿红色比基尼里面。燕博跟我都要买衣服，这个绿色蛮好看的。没有想到燕平跟博乐也突然买衣服，明明有衣服我的。他跟我们一起，是一个团。上车朋友来拍照，绿色、粉色、卡其色两件黑色全部都买了，走走走。耶、yeah, ，各位，明天即将会是我们飞兵班的拿最后一集，然后我们明天有去西部最出名的景点，至于什么景点呢？要是多三天过你们才会看到。明天敬请期待。哇，你们一拍你们说像 YouTuber 这样，一拍你们说像条虫。我有镜头恐惧。明天见。